首先有请我们迪迦奥特曼闪亮登场。我们今天迪迦要讲究五兄弟，然后对战的第一个怪兽是一个小电兽，这个家伙会发电的，非常厉害。看看，上来就给我们一个下马威。哇，他的如来佛增长也是相当厉害，是吧？看看。看你的掌厉害还是我的拳头厉害，哇，有点不妙啊，是吧？差一点被他击败了，吃我一招。哎呀，降龙摆尾，太厉害了，直接把我们干趴了，是吧？哇，这家伙在发电了。哇，哎，这一下更大了，是吧？再吃我一下，哇，竟然打偏了。喂，这家伙有练过气功了，是吧？一下就把我弹飞了。你让我飞一下，我也让你飞一下，试一试，看我无敌风火轮。再来一下动感光波走你、yeah. 还不死啊，想呀呀，不好，这家伙要逃走了，这是一个传送阵，直接把它干没了。然后这个怪兽他们一直在车轮转，第一个怪兽被我们打败了，然后又出现第二个怪兽。来吧，咱根本不怕你，是吧？哇，这家伙还会躲，是不是？躲也不行，无敌风火轮，我让你飞一下，爽不爽？哎呀，尴尬了，是吧？给他打得爬不起来了，啊，我就甩不到你了，再来一次，我看你刚刚还没过瘾。哇，咱们这一个还是蛮好的，一直压着他打，但是打这个家伙的话好像有时间限制，到时间了咱们就败了，是不是？咱们迪迦奥特曼又被石化了，咱们又失败了。